为长官，今日在这非常欢喜，啊，从代表呢来刷新，代表加讲几句话，非常的欢喜，这是一种荣幸，这是咱在地人的一种福气。阮身为演员，身为工作人员，对阮的感谢，导演以及每一个啊，咱这个团队内底人，迄是一种奉献，为着这份福气来奉献。所以呢，伫迄在地的精神，咱讲天时，咱的妈祖无甲咱保庇。第二，咱这个嘉义县所有每一个长官，甲阮的支持，领导，咱每一位在地的人，恁的精神拢是上赞的，对不对？有。所以世界巡回的第一站，咱回来，咱破竹破天宫，用阮上好的诚意，下这个作品呈现伫咧大家面头前，咱互咱所有呢，咱台湾99%拢需要拍拼的，为迄个零点一、迄个一、迄个得天独厚的人，咱用这个乌马的精神，咱伫咧上无好的条件，咱伫东招哦，咱这个棒球队会当伫最刻苦的环境内底，会当拼出来。这就是一个正面的能量，正面的精神，所以在这一切一切奉献，就是希望讲会当带动咱地方的文化、产学的合作，所有地方的经济，咱漳州、咱埔州的这个知名度，会当来杀来全世界，安尼好不好？好。所以讲，讲到这话，代表是阮的诚意。然后呢，电影这个完整的作品，这是呢，咱们来看内底上重要的这个精神的结合。慢慢，每一个镜头用偌侪时间去甲拍出来，每一个咱要讲出来一个精神，包括呢，咱对妈祖咱的一个心意，大家拢唔知讲妈祖的英语是变哪讲？妈祖的英语叫一个外国人，你安讲妈祖的英语安哪讲？你即马袂使讲，嘿，什么电影内底都讲出来，咱就要杀向全世界，就是用这部电影来甲全世界讲咱家己人的心意，安尼好唔好？谢谢大家，大家共同来欣赏《天后之战》。谢谢《天后之战》，世界上赞哦！感谢不隆下是山神，那么电影当中啊，是破天荒的历史长朱湘惠哇，跟咱个前个水平个推荐啊！谢谢，来继续的邀请我们的英俊潇洒的男主角倪安东，是我跟现场的好朋友 say hello 一下好不好？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倪安东，谢谢，谢谢大家今晚看我们的《天后之战》，然后主要的我是。想要表达一下，我是非常感动，能够再次回到沛天宫，能再次回到嘉义五指东石，然后因为我觉得我这个过程，这个地方都给我非常非常多的收获，那我非常感动，我可以再次就是回到这个环境，回到这么热情的大家的那个的抱怀抱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我有点卡卡的，可是 KK 的，可是有出来。反正重点是，谢谢沛天宫，谢谢大家，非常希望，非常期待你们看完电影的收获，希望跟我一样，就是非常多的感动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男主角啊，倪安东在影片当中啊，他是饰演着一位这个班导师，一位呢我们的这个棒教练，哎呀，非常的厉害。感谢你们，谢谢。好，继续呢，欢迎我们的女主角啊，美丽大方的刘湘慈，跟各位说 hello 一下，谢谢。嘉义埔子，我们最可爱的乡亲，沛天宫所有乡亲们，大家好。好。我是刘湘慈。那这次呢，我在《天后之战》里面饰演的是一个美女老师，我真的很真心的希望2月27号你们去看了。天后之战之后都可以叫我美女老师好不好？好 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美丽大方的女主角刘湘慈，那叫做徐雅美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徐老师啊、哦，爱给你哦，徐老师啊、哦，美丽的老师啊、哦，谢谢。好，那么我们用最快的速度了哈、哦，所有的演员呢、哦，简单自我介绍一下，做给你好不好？来，这一位是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燕，新年快乐，小燕。好，下一位，大家好，我叫虎爷。虎爷虎牙就对了，哦，啊虎弟在哪位？虎弟，哦，虎弟听空中秘密要表，哦，你好你好，虎爷好了，下一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芋头，在电影里面饰演的是一个宅男，谢谢大家。哦啊就对了哈、哦，宅男了哈、哦，好，下一位。哎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顺风儿，我是饰演那个儿子，许。儿子，对，他是我爸爸。第五位囝就对了，
顺风力啦，吼、哦，可以啊，就当知影讲球走去倒位去啊，吼、哦，李处长果然厉害，哈、哦、谢谢谢谢。好，我们下一位是哎，大家好，我叫卷毛，卷毛，今天来看恁长吗？好、哦，卷毛哈、哦、，OK 了，下一位，大家好，我是七星部，七星部哦，哦，七星部有时候到了的时候，要夹杀的时候，七星部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哦，就夹不到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七星部好，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是学妹。哦，好呀，我腿阿廖诶，哇，凤眼诶，好厉害厉害。下一位，大家好，我是千里眼。千里眼哦，香港那张看过啊？嗯。我看无。你看无？哇，我这新面哦，你讲话哦，跟咱反应拢无。嗯，你晓得啦，青毛先到咱的山神哦，看这个什么意思？谢谢，那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叫虎弟。弟啊，哦，虎弟，啊，恁爸是啥物人？我无。你无爸？我你就别出来。哇，哎，爱问妈多婆，爱问多仙。好，谢谢哈、啊。好，来，咱是不是邀请到馆长，啊，搁咱董事长、市长哦，啊，搁咱的陈明文、李伟夫人哦上台哦，搁咱所有演馆家上的哦，马上请记者和朋友啊，那么。前来我们的大殿里面，稍等下，咱的啊总干事吼，要来做司仪，在大殿里面吼，啊，陪同咱所有的剧组人员哦，来参香拜拜吼，来行完咱的妈祖婆的保庇，安尼好唔好？谢谢，我来，来馆长，站中一后边这排。